欢迎光临，小姐几位？一位。嗯？一位。一位啊？那我们的毛巾呢？请问这是动物也要一起捡吗？不用，它在这里就好。嘿，我稍微开起来一点，好像可以哦。第一次来吗？有预约吗？眼睛闭上好了。小姐，你今天有预约吗？几点啊？你是打电话来预约的，对不对？几点就预约了？眼睛闭。GoPro 不会掉，GoPro 在我头上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是记得按住小铃铛哦。下次拜拜。你要看 GoPro？ 在手心说。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住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欢迎来到玲玲理发厅，狐狸理发厅。好，开始。我是什么理发厅？我忘记。玲老狐理发厅。是吗？好好。盖没那样紧。我的刘海有那么长的吗？对呀、啊。真的想要剪短，长头发不方便。长头发哪里不方便？窗帘的柜子挡住了视线。挡住你视线是刘海。哦，你刘海剪短一点好了，妹妹刚才剪太长了。剪短了，我后面想要剪短。这样可以吗？好像可以哈。后面哦。后面你想要剪多短？我看一下后面好。你想要剪到哪里？我不知道到哪。我现在头发到多哪里？到这里。我感觉不到。到这里。所以。到这里。剪到你说的那一个短。来，真要剪短哈。嗯。头发剪这么短，剪这么长掉。所以你冬天为什么要剪短头发？哇，变两层了，这样好像剪很长啊，剪了十公分了吧？
这样好像啊，这样剪起来不好看呢。头发反而，之前怎么剪？现在这剪起来看起来像自己剪的。好，发尾整个丑掉了。怎么剪？没有人会在意发尾。别人会看。两边不一样长啊，但是这边你看整个发尾都。那你就先拿修剪。哎呀，像这种。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像自己剪的，可是之前剪后面就还好。姐姐，你手边一直往前。有没有这整的看起来像自己剪？对。可能剪太短的原因吗？我也不晓得怎么救，先这样好了。啊，到这里啊，但是这头发看起来就晓得自己剪的，好吧？会啊，就是至少要漂亮一点，不要看起来是自己剪的。但这次剪起来就很像自己剪的，只能这样哇，只能这样了，爸爸也没办法救了。我看一下。后面好了，先这样好了。我觉得里面是最大颗的发球。Ending。Ending。顺便就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，叮当，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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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点那喵喵喵喵喵啦！这是不平等的。对呀。发尾看起来像自己剪的，不像之前帮你们剪的那么漂亮。好了，一刀、喔。这样更丑，我看。这样剪下来那个，剪下来参差不齐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所以那招骗人的，这样剪起来问题更大。一样。橡皮筋绑应该也一样吧。前面比较长，后面比较短就好了。那就左右不要差很多就好。对啊，然后底下这个比较跑出来。先这边给我一些。这边太丑，把这边就翘起来。太短的关系吗？这招没用。对，不要帮他剪，怎么剪齐就好了。剪不齐的。他的头发会翘，所以我剪齐了也没办法齐。以后你还是留长头发，留这么短头发都，头发上面都翘起来，好凉哦。而且左右就不对称了。你还是以后还是留长头发。我的，你毛翘掉了。你还在剪吗？没有，你看我剪了好多，你不要把它们剪碎，这样就做不起来了。我是为扫地机器人的。这左右看起来不一样。扫地机器人剪碎也是
也不会那么好喂，对不对？妈咪，别好了，好了，先这样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不要，不要，正常就好了。来，前面先看前面来，前面可以吗？嗯。那后面呢？很舒服哎。后面好像也可以哈。嗯。嗯。好，那就反正以后就是用减快的减法就可以了。不要，不要以后都是。那爸爸去看。嗯，繁华的，你们看，这里有繁华。我是珍珠皮亚琳的星罗。嗯。